主料：豌豆100克，玉米50克，虾仁50克。辅料：鸡蛋2个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蛋打散，虾仁切丁。平底锅抹少量油下蛋液煎成蛋皮，将煎好的蛋皮摊在盘子上，另起锅下少量油下豌豆和玉米粒翻炒，虾仁下锅稍作翻炒，下入盐和味精，将炒好的菜码在蛋皮上。烹饪技巧：烙大批蛋液搁少点，烙出来的蛋皮漂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